新鲜猴头菇怎么吃？一、把猴头菇和蛋液、咖喱粉、食用油、食盐放在一起拌匀。二、裹上一层地瓜粉，下油锅炸至金黄后捞出。三、锅底留底油，放入姜末、豆腐、胡萝卜，放入炸好的猴头菇翻炒。四、加入适量水、蚝油、沙茶酱，翻炒后用小火煮至入味即可。总结一：把猴头菇和蛋液放入调料拌匀。二、下油锅炸至金黄后捞出。三、放入调料后放入炸好的猴头菇。四、猴头菇翻炒后用小火煮至入味。